前天我的岳父大人杀了一只80斤的大绵羊，给我送了点牛大肠。咱们今天简单吃一个辣炒牛大肠。咱们先给里边稍微来点淀粉，然后来点盐，咱们给它反复抓一下这个粘液，然后稍微给里边来点醋。炸了7-8分钟以后啊，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，然后给它反复揉洗个3-5遍。它洗差不多啊，咱们把这个牛大肠给它捞出。接下来咱们把大肠给它反复清洗一下。经过7-8遍的清洗以后啊，咱们的牛肠的水啊已经清澈如水了。最后咱们给它清洗干净，捞出焯下水。咱们给牛肠稍微来点水，然后稍微来一点点料酒。接下来咱们切点葱姜。接下来把葱给它切成长长的小段，然后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。水微微开以后啊，咱们把浮沫给它打一下。对，浮沫打得差不多，咱把牛肥肠给它捞出。哇，然后咱们把这个给它洗一下。接下来咱们把牛大肠给它下到高压锅中，葱姜蒜给它下里边，来点生抽，搁点盐，来一颗洗干净的大蒜，来两个卤料包，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，咱们小火上气，给它压上25分43秒。哎呦我去，最近睡得多少有点漏枕了。咱们把大葱给它切成这种小片，接下来咱们切点这个青红椒，然后咱们切点洋葱，给它掐头去尾。接下来咱们准备一根杏鲍菇，给它切成斜刀片，洗干净的金针菇咱们把屁股给它去掉，然后咱们调一个料汁，先来点这个蒜蓉辣椒酱，来点这个大喜大牛肉粉，来2勺韩式辣椒酱，然后来点生抽，来点蚝油，然后来点蜂蜜，然后咱们里边来1勺辣椒粉，然后再稍微来1小勺番茄酱。首先咱们拿筷子捅一下这牛肠，看煮的怎么样了，牛肠给它捞出。对，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牛大肠给它切一下。对，哇，里边满满的油脂啊。这肥肠上的油脂相当 nice。 首先咱们给锅里边来点油啊，刚才这个相机没开，没录上，油温三成热左右啊，咱们把葱姜丝给它下里边，然后咱把牛大肠给它下里边，给它简单煸炒一下。牛大肠不宜煸炒时间太长啊，因为会损失它的油脂，
然后咱把咱们提前准备好的酱料给它下到锅中，然后拿水涮一涮。然后咱们把金针菇和杏鲍菇给它下里边，继续给它简单煸炒一下。炒差不多，咱们把青红椒给它下里边点缀一下，对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家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，哇，先来一口，哇塞，这牛肠超级给力啊，这个菜系拌饭一绝啊。哇，好爽啊！这肠子稍微再炖一炖，比我都长。对，你们别说，我还是头一次吃这个牛肠。感觉肠壁呢，比肥肠要厚一些。而且更加 Q 弹一些，有一个好处啊，相对肥肠来说啊，牛肠没有那种膻腥味，甚至咀嚼起来有一股淡淡的奶香气，不过牛肠就得趁热吃，有块铁板，因为它的牛油啊很容易就凝固起来了，所以牛肠大部分都是铁板烤着吃。来点蓝盐菜，咱们简单做一个小型的盖饭。给它煎成小鸡，准备拌着饭吃，超级过瘾。简单来盖饭，快！哇，米饭必须盖，谁盖谁可爱。
这个米饭太赞了。